谁让你们在这上厕所的？我爹是这儿的司令，以后我不许你们在这上厕所。我管你什么司令不司令的，我们是黑龙会的，我想在哪儿方便就在哪儿方便。瞎了你的狗眼！嗯，干什么？啊！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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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谢谢你啊，大小姐，你在哪儿呢？大小姐，我是小翠儿，听见了答应一声啊，大小姐，跟我来，走。大小姐，在那边。大小姐，人呢？往那边追。往那边追，快！那边，那边，快！在那边呢，快！那边，那边，快！抓住他！你是谁啊？怎么到哪儿都能看到你啊？我嫌犯的人出现在餐厅，包围这家餐厅。是，走。小敲，敲敲敲敲敲敲什么敲啊？什么事儿啊？小姐，您怎么在这儿？哎，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啊？那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啊，逃犯逃进了这家餐厅，我们在搜查。逃犯？啊？那你赶紧去找啊！好好找，快去快去快去！快去啊！啊，是。哎，刘参谋。啊。你让他们两个站在门口，我可不想再被人打扰。嗯，嘘，小点声。啊，你们两个保护好小姐，听见没有？是。多吃点啊。嗯。他们都是什么人啊？为什么都听你的？反正不会伤害你，问那么多干嘛？你还没告诉我，他们为什么要抓你呢？嗯，姑娘还是不要问了，反正我也不是逃犯。可是现在，军警正在全城搜捕，你根本就没有落脚的地方，就凭你一个人的力量，你怎么能行呢？如果再被军警抓了，真把你当凶手了，怎么办啊？我已经想不了那么多了，
只要能杀了加藤浩二，之后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管了。嗯，加藤浩二，黑龙会的人。你怎么知道？听我爸爸提起过。哎，如果我帮你找到加藤浩二的下落，怎么通知你呢？还是不劳烦姑娘了，之前的事让姑娘受伤，我已经很愧疚了。姑娘姑娘的，人家有名有姓，干嘛老叫人家姑娘？我叫韩美玉。我叫聂生。对了，我想去趟北港巷，你知道北港巷怎么走吗？北港巷那边龙蛇混杂，你去那儿做什么呀？我要去见一位长辈。哦，可是你现在情况很不方便，一定会被很多人注意的。我送你去。那劳烦姑娘了。啊，这边。加藤先生，坐。加藤先生，上次为您挑选的瓷瓶你还喜欢吧？啊，那个瓷瓶是送给我一位重要的客人，人家是行家，简直爱不释手。啊，那就好，能为加藤先生的事尽点微薄之力是我的荣幸。啊，孔老板，还有件事需要全力以赴。请讲。云松图，孔老板听说过吧？哦，当年这云松图卷轴在天津卫掀起了一场血腥杀戮，后来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我有可靠的消息，这云松图又出现了。是吗？孔老板，没有听到风声？没有啊。孔老板是这一行首屈一指的人物，天津卫里盗墓的销赃的没有你不认识的，但凡有一点风吹草动，绝逃不过你的耳朵吧。加藤先生抬举了我，要是有什么小道消息一定会向您禀报。啊，文物协会的曹会长年事已高，只要孔老板能帮我寻到卷轴的下落，我一定会协助孔老板谋到会长一职。那就有劳加藤先生费心了，这云松图的事就包在我身上了，拜托。北港巷就在那边，你自己小心啊。麻烦你了，姑娘。谢谢你送我的衣服。嗨，跟我还客气什么呀，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哦，对了，劝业场那边有个卖胭脂水粉的叫秀香堂，如果你有什么口信的话可以在那留给我。哦，还有啊，如果有人为难你的话，你就跟他们说你是韩司令的千金大小姐的朋友，就不会有人为难你了。知道了，那我们就此别过。嗯。哎，等一下。谢了。不客气。再见。司令，我看小姐她并无大碍，就……你闭嘴。哎，谁让你叫小姐一个人出去的啊？她在外面遇上坏人怎么办？你负得了这个责吗？还有你，把头抬起来。哎，你竟敢私自只走卫兵带小姐出去，你好大的胆子呀你！是小姐她让……你给我闭嘴！听她的还是听我的？哎，你们俩还站着干嘛？
快给我出去找人呐！是。老爷，小姐回来了。人呢？美玉。怎么了，爸？哎呀，哎，闺女，你可把爸爸给急死了！你怎么不跟爸爸说一声就出去了呀？啊？哎呀，哎，美玉，那些人没把你怎么样吧？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爸，我今天又看见他了，他今天又救了我。谁呀？就是上次啊，把我从车里救出来的那个人，他叫念生，我刚好又碰到了他。哎呀，那也是个杀人犯呐，我正在通缉他呢，你怎么又跟他联系上了呀？哎呀，爸，你们一定是误会他了。刚才呀，就是他把那几个流氓给打跑了，而且我还听他说了，那些人都是日本人杀的。哎，好了。我不管是谁杀的，我也不管什么念生什么生的，你就听爸。